掀开阿难问世佛吉凶经科会第十八页经文倒数第二行，断绝道义令不得行。修道正确的目的是了生死、处三界、断烦恼、证菩提。这是修道正确的目标啊。要达到这个目标，佛告诉我们：因戒生定，因定开慧呀。换一句话说，就必须要从断卧修善下手。断卧修善是持戒。破迷开悟是定慧，我们才能够达到这个目标。但是末世比丘他的思想、他的作为与这个目标恰恰好80度的相违背，他断绝道义，把入道的门径呢关闭了，令一切众生常轮苦海啊，没有机会脱离六道轮回。这一类的比丘都是魔子魔孙，在末法时期混进佛门里面来，他的目标是破坏佛法。佛清楚，佛明了，佛能不能防范呢？不能防范。世俗人跟这些呢一些人合在一起啊，也参加了破坏佛法的工作。所以佛子不可以不护持，而护法必定有真实智慧，有真正的善巧方便，才能防范。否则的话，
发心出家都是善心、善愿、善人。出家之后，因为环境的关系，他要布施，善根福德非常深厚之人，不可能不受影响，不可能不受污染。因此，好心出家的人多啊，真正成就的人呢，太少太少了。啊，我们要晓得这两句话意思的严重性呐。啊，这是这一小段的总结。啊，比丘的造作，破坏佛法，消灭佛法，断一切众生发生慧命，干这个自己有没有好处？我们不能不问，自己真有好处，那做的还有话可说。如果自己没有好处，那就冤枉了。我们看底下这一段，比丘损自啊，贪欲物俗，多求利益啊，我们一句一句讲啊，我们想一想。别人不要去管他，最重要的是自己。啊，个人因果，个人负责。管别人，我们就错了。聪明人，有智慧的人，念念要设身处地为自己想啊！啊，古无大德跟我们讲出家。先说什么叫家？佛在经上讲有三种。第一种，眷属家，也说田者家，就是我们现在一般人观念当中的家庭。啊，我离开我的家亲眷属。啊，我离开舍弃我祖宗的产业，啊，到一个寺院里剃度啊，出家了，行事之家了。那么第二种家呢？佛讲是五欲世家。第三种佛说，六道是家。五欲六尘真正放下了，那你就出了五欲的家了。对于三界六道啊，再没有一丝好贪念了。啊，绝对没有分别执着了，那你就出了六道之家了。这三种家我们要分别出来啊。
于是出家就变成四种了，有在家在家的，那就是社会上一般人绝对没有求解脱的这个念头啊，没有啊，他不想出三界啊，有在家出家的，这是在家修行的居士，他们身虽然在家，心出家了，心是什么？五欲六尘、三界六道，他放下了，他不沾染了。啊，念佛决定往生西方，出家了。第三种呢，是出家在家。这经上讲的出家在家，身出家了，心没有出家了。他的心行无异于俗人。第四种啊，出家出家，这是真正精进善学。上求佛道，下化众生啊。有没有呢？有，不是没有，少数啊，末法时期多数啊是出家在家，是属于这一类呀、啊。所以贪欲无俗，多求利益，他没有放下贪心，他没有放下了五欲六尘的享受。贪图享受啊，他不信佛法了，他不读佛经啊，他不求佛理，他求的是什么呢？名闻利养，多求利益。啊，利益，利益的事业啊，哪些利益呢？五欲六尘的利益，名闻利养的事业，他搞这个啊。如果是与名闻利养不相干，五欲六尘不相干的，他决定不干。啊，这是身出家了，心行为都是在家。这个做法，纵然是世间好人，他没有害别人。啊，也没有破坏别人，他有没有罪呢？给主持有罪，什么罪过呢？破坏佛教形象。破坏佛教形象的罪，比破活佛身还要严重，让社会大众看到这样的出家人，产生疑惑，产生排斥，误以为佛教是欺骗众生的，他造成社会大众对佛教的误解，他怎么没有罪呢？罪过大了。再看底下这一句，极财自伤啊，
后才见到啊。集才之上啊，我们常常听说啊，我这个因为常跟李牧原居士往来啊，他常常到中国大陆去参学，消息很灵通，告诉我大陆上确实有一些出家人，攒集钱财啊，信徒们供养多了啊，他钱他也不想存在银行上啊，装在这个自己箱子里面，放到床铺底下啊，大概装了十几二十万被人发现了，于是就有人来谋财害命啊，把他杀了啊，钱财被人家夺去了，时有所闻啊，真的集财自丧啊。出家人自古以来贫僧啊，贫道啊，一无所有啊，他有这么多财物，这还得了吗？后才见到，真的，今天给他讲经讲道，没有看在眼睛里头。说这干什么？钱要紧啊！啊，一切都向钱看呐，道没有了。啊，你看看佛这个经是在三千年前讲的。你看看跟现在社会一对照，佛的神通广大了，他怎么那么清楚啊？后面这一句是果报，十度卧趣，过去是卧道，大泥泞中卧鬼出生，泥泥是印度话，翻成中国意思无间地狱啊，大地狱啊，无间地狱啊，间是间隔，无间他在这个地狱受苦没有间断的，一般的地狱啊，受苦是有间断的无间地狱受苦是没有间断的，我们要想想，他是这个起心动念所作所为啊，这是无间的罪业。我在过去讲经曾经多次提醒同学们，出家的同学们，佛门这一碗饭不好吃啊，施主一粒米大如须弥山，今生不了道，披毛戴脚环，这碗饭你以为好吃啊？信徒们的供养不容易消化了，我们要有高度的警觉心呐！我说比讨饭
还困难。讨饭施主给我们的绝对不求回报啊，啊，他给你，我们可以吃得很安心呐。出家人这碗饭不行呐，施主供养有要求的，你是福田呐，他在种福啊，希望将来他能够收到福报啊。啊，他说三宝是福田呐，为什么来种福呢？希望能够获得福报。如果将来我们不能够叫他得到福报，那个事情麻烦大了，披毛戴脚环。现在享受容易，将来还债就难了，就痛苦了。你欠的一身债务，你能了脱生死吗？你能够往生极乐世界吗？不能不多想想。啊，我们起心动念，言语造作，与道相不相应？果然相应的，佛为我们开示，我们要能够证如。开示悟如，我们能够悟如，那是真正的福田啊！悟是觉悟了，如果诸佛菩萨的生活，干诸佛菩萨的工作，那是世间真正的福田。能够接受大众的供养啊，你要不能够悟如，问题严重了。悟如是一定要听开示啊，所以不听经怎么行？啊，我给同修们说得很清楚，我们在图文巴建了一个道场，我有一个目标啊，现在道场啊在加紧施工，应该在这一两个星期可以完工了啊，我们有一个正式的讲堂，念佛堂啊，一个图书馆，现在住众不多啊，出家在家四众大概20人左右，我们每天8个小时听经研究讨论，8个小时念佛，这叫道场啊！学院里面琐碎的这些杂事，我请当地人来替我做，我们雇人来做，让里面个个做轻重，不管是事务事事情。衣服都不要自己洗，有人替你照顾，一天16个小时，
不能松懈。为什么呢？我知道将来啊，还债苦啊，今生不了道，披毛戴就还了。僧团决定要修六合敬，你有意见，你有分别，你有执着，你可以离开这个道场，欢欢喜喜的离开。把这个名额让给真正修行的人，也是你一桩功德事情。每一个人都能常常反省自己，不见别人过，专见自己过，就对了。六祖慧能大师在《坛经》里讲过的，若真修道人呢，不见他人过，若见他人非，自非却相左，祖是往下堕落啊。每一个人每一天听经研究讨论解门啊，念佛堂八个小时念佛行门啊，戒行相应，我提供大家这样一个修行的场所。我们也不分国土，不分族群，不分宗教。你有信心，能信能解能愿，欢迎你到这边来，接受大众供养，你好好的认真努力修行，自己道也成了，烦恼轻，智慧长，一精通，一切精通，你就有能力教化一方啊。这是佛弟子本分的事情啊。应当做的事情啊，克服自己的烦恼习气，无间地狱，地藏菩萨本愿经里面讲得很详细啊，五种无间，所以叫无间。第一个是实无间，从堕地狱到离开地狱，那个时间很长啊，论结束算的，你受苦绝对没有一分钟、两分钟的休息，没有，最苦了。第二个行无间，行是你身体啊。你受道山地狱，游过地狱，那一下不就死了？死了之后，马上又恢复人身，恢复这个身形，再受。如果是死了，死了就好了，死了就离开地狱了。那你罪就受满了，死不了啊。地狱里有风啊，叫夜风啊，那个风一吹又活过来了，接着再受。
一日之中啊，万死万生啊，行无间。第五是苦无间，地狱里头种种的刑罚一起受，不是说一种刑罚受过再受另一种，不是的。地狱里头有多少刑具，你同时都要受。你那个身形，地狱多大，你就感觉到你身多大。第四种是果无间，苦果。第五种是命无间，就是你死不了。死了立刻就活过来了，你再受罪。诸位细细看地藏菩萨本愿经，佛没有妄语，不能不信呐。不信将来自己受这个罪过的时候，你不要后悔啊。再看底下这一大段，我们学佛应何所求呢？这个里头分两段，第一段报佛恩，第二段改旧习。我们看这一段，未当有此啊，于是何求？念报佛恩，当持境界，相率以道，道不可不学，经不可不读，善不可不行，行善不得。这佛教给我们第一句承先启后，未当有此，这个词是指上面所说的不可以有这些恶心不可以有于是何求呢？我们生活在这个世间，到底求些什么呢？果然觉悟过来了，确实如世尊所说，念报佛恩呐。真正觉悟的人，我们每天在回向偈里面念的上报四重恩，我们这一生生活在感恩的世界里念念希求报恩感德，这才是个人呢，是个真正觉悟的人报佛恩，为什么？不是佛的教导，我们怎么能回头？佛在经上讲的贪欲物色物俗，多求利益，集财厚财，
我们都认为这是正常的，哪里知道这里有过失呢？那看看社会大众，不个个都如此吗？啊，我为什么不能做呢？所以，不识佛的教诲，我们不知道那个是错了。这是佛的大恩大德，我们明白了。我们承受佛的教诲，我们知道父母恩、师长恩、众生恩。不识佛陀苦口婆心教诲我们，我们哪里知道？现在才真正觉悟，一切众生对我都有恩德，朋友有恩呐，同学有恩呐，啊，你再要仔细去思维观察，一切动物、一切植物，我们现在学佛吃长素了。这些蔬菜都是生物啊！啊，它生长目的是来供养我们的，我们怎么能不感恩呢？啊，感恩就要知道报恩。啊，怎样报恩呢？自己修行成就是报恩。他们对我们一切供养，没有别的，希望我们成就啊，希望我们悟道，希望我们正道。我们不负他们的期望，果然开悟了，果然正果了，我们对得起他们了。啊，他们的供养我们才真正能消化，我们不能够侮辱，这一笔债是决定要偿还的。所以头一个是念报佛恩啊，念报佛恩这一句包括一切众生恩。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应该怎么做法呢？佛在这里教我们当持精戒啊，先要自省，然后才能帮助别人。我们没有到成佛，等觉菩萨都不例外，每一天都要真干。持这个字，保持守定啊，精戒这是佛的教诲。心是印心的，戒是正行的。我们起心动念跟佛在经上讲的相应不相应？我们言语造作跟佛的戒律相应不相应？所以我们必须用经戒的标准
修正我们的思想行为，与境界相应的思想行为是正确的，不相应是错误的呀。经论正知见啊，戒律正行持啊，这个正就是修正啊，心心相应，行行相应啊，这是以佛菩萨作为标准，这是最高的标准，绝对的标准。我们要自立啊，为什么我们要想到一天要用16个小时修行？这不是我们创造的，百丈大师立的清规呀，唐朝时代，马祖建丛林，百丈立清规呀。这两位大德提倡依众靠主，啊，提倡的是一门深入，密集熏修，绝不让自己一天到晚在打妄想，打妄想太可怕了，啊，打妄想就是造业。所以我希望同学们每一天能有4个小时听经，4个小时研究讨论啊，可以听1个小时，第1个小时听经，第2个小时研究讨论啊，大家听了之后把自己的心得感想向同学们报告，啊，互相吸取经验教训，啊，讨论如何将我们所听闻的落实到自己生活当中。我们要怎样去做到？啊，每一天上午2堂课，下午2堂课。啊，早晨4个小时念佛，晚上4个小时念佛。啊，早晚课啊，不要让头脑去胡思乱想，不要让嘴巴去胡说八道，啊，这种道场去熏修，我相信呢，3个月就有成果可观了。你自己真的会改变了。如果能够有3年5年不间断，我相信就会有不少人，至少有1/3的人成就了。啊，我这个估计很可能啊，1/3的人成就了。得清净心，烦恼清，智慧长，啊，念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
有把握，真的他想走是真能走啊，但是我不希望他走得那么快，希望多住几年，给苦难众生做个好榜样。我们有责任有义务帮助后修啊，带他们一起到极乐世界去啊，这个有意义啊。我们念佛堂念佛就是戒，定功戒、道功戒，相率以道，这一句是利他行了。率是率领，我们今天讲的领众啊，领众行道啊，教导大众以道，所以道场天天讲经说法，佛在经论上所说的全都是自信信德的流露，这是真正的大道。道不可不学，这一句是讲的修道啊，这个道是佛道，是菩萨道啊，道就是离体方法解脱，记载在佛教经论之中，不能不学啊，学习不能放松啊，全部的精神全部的时间投入啊，那么今天有一些人为什么不能投入呢？没有尝到法味，好像吃东西，哎呀，吃的不香，为什么呢？味道没吃出来，囫囵吞枣。逼得细嚼慢咽呢，滋味才出来了，尝到这个味道啊，那是世间所有一切味道都不能相比啊，自自然然就透露了经不可不读啊，这一句是言经啊，经是成佛的道路啊，读经认识路了啊，经开智慧，智慧开了，什么事情都能办了，什么问题都解决了，要开智慧啊！智慧不开，这怎么行呢？善不可不行，善福啊！啊，
行善是因啊，福德是果报啊，众善因一定得善果。我们祈求善的果报，那你不修善行怎么行呢？可是你得晓得，如果没有智慧呀，决定就没有真正的善行。真正的善行是以智慧为基础啊，所以先解而后才行啊，信解行正啊，先要啊研经啊，经不可不读啊，然后才有善不可不行。研究经教的重要性，我们要知道。啊，这个才是真正呢，断烦恼，开智慧。修善在培福，福慧二足尊呐。行善不得，这是话堂。帮助社会，帮助众生，那么这个行善，我们就知道佛给菩萨讲的四摄法，不得，这个得是什么呢？菩萨的六波罗蜜。这一句就是四摄六度。四摄六度会于众生真舍之力。众生哪有不感恩的道理呢？他受到真实的恩惠啊，得到真实的利益啊，佛法决定是从恭敬当中求，唯有行善不得，才能够启发众生的真诚心、感恩心、恭敬心。那有这种三个心，这就是佛法里面讲的法器。三字经上讲，人之初性本善，本善呢，把这本善发现了，本善唤起来了啊，他本来迷了，现在觉悟了。后面这是总结，寄身利苦啊，超出生死，这个对众生帮助他才叫究竟。使神是神识，利苦脱离三界六道苦海，
超出六道轮回的生死，超出四圣法界的变异生死。我们自己修行，我们帮助别人，目的都要正诚正果。不能达到这个目标，我们自己没有成就啊。超越六道十法界都能办得到，那何况其余？那其他世间事情不都是鸡毛蒜皮、小事一桩吗？啊，哪有不能解决的道理？这一段是佛，你看这么明显教导我们，佛弟子应当求的呀。人家问我们啊，你学佛是为了什么？这一段的答复最好了啊，我学佛就是学这个啊，头一个就是报一切众生恩，我知道一切众生对我有恩啊，唯有我自己在这一生当中圆满成就，那才是真正报恩啊！如果没有成就，那讲报恩是假的，那不是真的。好，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讲到此地。